网络交友需要谨慎。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呢，也多次报道过因为网络交友而掉入各种陷阱的事情，有被骗钱的，有被骗感情的，有的呢是稀里糊涂谈了几年感情，竟然还不知道对方是男儿身。金话网友小唐20岁出头，性格外向，热爱交友。不久前他在手机 APP 上认识了一名女生姚某，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在网上聊得非常投机。姚某说自己要卖一件特别的东西，需要和小唐借一点启动资金。我太太认识的，就滑了一下，然后互相喜欢一下，然后就加了个微信就这样子。小唐没想到姚某要卖的这个特别的东西竟然是卵子。姚某表示卖卵成功后他就可以得到8万块钱，只是前期手术费比较贵，希望小唐能帮助他，到时候不仅连本带利把钱还给小唐，还能额外给他10000块的分成。听到这里，小唐二话不说就给姚某转了10000多手术费。后来因为姚某又因为各种理由向小唐借钱，小唐发现不对劲儿，立马报了警。而警方经过侦查发现，和小唐聊天的姚某根本无法卖卵子赚钱，因为这个姚某是个纯爷们儿。嫌疑人利用冒充女性的身份，利用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恻隐之心啊，博取同情，然后找各种的理由。相同的遭遇，宁波的王先生也碰到了，而他碰到的还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王先生在交友软件认识了李某某，聊了半个月后，两人发展成了恋爱关系。有一天，李某某说想买一对手表，自己钱不够，让王先生给他转一些，转到他1314块钱嘛，第一笔。然后后来他又说看上了一对项链，我又转他2000多块钱嘛，后来等我收到货之后，发现这个好像就是小商品市场里面买的，几十块钱可以就买个劣质产品啊。发现被骗后，王先生立即报警。在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这是一个盘踞在安徽的诈骗团伙，他们成立了公司，员工以男性为主。民警赶赴安徽，现场抓获嫌疑人15名。老板的话，他应该是找渠道这样，然后发货的话是有一个合伙人是在发货，我们业务员的话主要就是加客户聊感谢，然后推销产品，这就是这么一套流程。团伙里的男性业务员在交友软件上冒充女性，找到受害人后以送礼物的借口来推销商品，把进价几百元的手表卖到几千元，通过这个手段，这个团伙获利40多万元。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受害人老金损失更为惨重。60岁的老金长期在温州乐清经商，事业有成也有家庭。早在2015年，喜欢网聊的老金通过微信添加了附近的人刘某，两人是相见恨晚，没多久便确立了情侣关系。期间刘某还来柳市跟金某发生过一次关系，在其后的日子里，刘某以孩子怀孕打胎需要营养费等各种原因向金某索要钱财。2016年至2018年间，老金陆陆续续给刘某汇款共计58万多元。可是异常的资金支出让老金的妻子起了疑心，意识到不对劲儿的老金一家人向乐清警方报了案。民警通过老金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深挖，发现老金口中的刘某竟然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孙某。2019年，孙某在云南被查获，经审讯，孙某称自己平时有网络赌博的习惯，因为网络赌博欠下了巨额的债款，于是打起了诈骗别人的主意。原来此前老金见到并且和他发生关系的刘某是由孙某找的一个失足女假扮的，浓情蜜意，老来得子。老金怎么也没想到这番交往的结局竟然如此奇葩，但等到他意识被骗已经为时晚矣。记者段莹莹编辑报道。